然后这边我们清洗一下它的液晶，用这个尖头棉签，找尖一点的，我用这个去除液啊，660，沿着它海鲜的位置这一块，不要裹到 IC 里面，再涂上一层，完之后。把它咬进去，然后用尖头这样戳几下，用棉签稍微粘一点。稀释一下，一擦，背面我们用磨成布，把背面上的胶给它清理掉，粘这个饼头。这边有两个 3D 打印的，这个给它刮掉。擦一下就好了。反光我们看一下，它没有胶就可以了。